最喜欢的，不说是哪一个，我西藏的所有的地方我都喜欢，我非常喜欢。而且你这样，你也好像是藏族。我是藏族。这样说吧，我叫达瓦次仁，我最喜欢西藏，然后是西藏亚车队的队长。哎，我们活动每周日都有活动，每周日我们主要这亚车队呢，这次五月份骑了一趟那个珠峰啊，来回全程，不累，很舒服，骑了大概五天半的样子，心情非常的高兴，而且很激动。这个珠峰不像是咱们这个照片和电视里面看的，可真正到了珠峰的这个感觉是完全是两码，非常高兴。热烈盈眶，真的。本身起初是一个健身，像我来说，我减肥有目的。但是人越来越多吧，就是就体现了很多东西，比如说环保，还有是团结协作。所以说车队越来越壮大，还有公益，就这样。现在我们车队是拉萨最大，乃至西藏最大的一个自行车俱乐部。我是本地拉萨人，本地西藏亚车队长，我是参加啊。所以呢，我们爱好这个运动，所以呢，我们亚车队参加这个他们队伍。亚车队西藏亚车队啊。您最喜欢西藏什么地方啊？西藏都很漂亮，什么都很漂亮，西藏各个地方都很漂亮，真的啊。西藏亚车队，我们一直在前行。我们西藏这地方有个特殊的骑行的一个文化，比如说从尼泊尔过来的这种欧美的这种骑行文化，它是享受大自然，感受大自然，然后是从那个内地来的这种战胜自我的这种，又是个骑行文化，两个骑行文化融合到西藏以后，产生了西藏很独特的一个骑行文化。所以说这种骑行文化骑起来不舒服不累，很舒服的啊，享受大自然啊。今天也是我们亚车队就是感受大自然啊。这是个上坡。